外呢，他们也有出衣服，像我身上的，他们这一次都是比较注重，像你看日文字，然后还有呢动物纹，还有一些他们这次呢还有偏一些几何图形。好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穿一致的颜色，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搭配。然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衣服。我觉得呢，这一套超可爱。看，它是粉红色的拉绳，然后呢，还有旁边呢也有三条线。另外呢，我喜欢的这个洋装，你看，它其实是非常修身的一个洋装，然后它后面还有这是 Nomad 系列的日文字，这个穿起来非常修身哦。就是 Angelababy 她身上穿的这一件，里面穿的那一件。